欢迎大家收看《老熊看相》。这盘棋呢是世锦赛区第150局，吕帅应阳。现在呢，红方首先走一个顿挫，进炮一将，对方只有城市。这时候退炮一将，炮退到这条线上，对方只有落士。这时候车八平五一将，黑方当然不能称势，这边是个闷弓，也不能用车吃回去，也是个闷弓，只有用将吃掉。这个时候进炮一将，这个时候红方进兵一将，黑方不能上将，上将的话这边退车一将，黑方垫车，这边平兵一将，黑方只有吃掉，再平兵一将，双将马也在将军，这个将又下不去，只有过来再撑兵一将，就形成了杀棋。所以说。这时候黑方上将的话，进兵一将，黑方只有吃掉。这时候城炮的一将，黑方上将，这车吃底士一将，黑方只有进将。这时候平兵一将，黑方只有吃掉。这时候平兵一将，双将马也在将军，就过来再城兵一将，就形成了巧妙的杀棋。